哎呀，可能是他不好意思拒绝你吧。各界叔叔阿姨们，我听你们的，好吗？我就算是我觉得我现在亲口去问他，他肯定也不会承认。就像当初我问他要不要跟我结婚的时候，他也是犹豫再三，没有说出个什么一二三。我当时我就觉得他可能是真的觉得我配不上他，或者是打心底就没有把我，就没有考虑过我。哎，你想想放，还是放弃吧。一个女孩子家家这样倒贴，人家都说不喜欢你了。可是之前他说的是喜欢我，所以我才那样的呀。可是今天听你这么一说，哎呀，他讲了很多很多事情呢。反正你慢慢想一想嘛。不是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如果他真的不喜欢我，然后在后面有这些种种的表现，我再去问他，他也不会承认的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他的意思了。可是为什么之前我也跟他挑明了说呀，但是他最后又来找我了呀。哎，可能他就是想玩一玩吧。人家是有钱人大老板。我知道了。你想一想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真的像我表姐说的那样吗？我万万没有想到李哥会说出这些话来。就算之前他真的没有考虑过我，我们之间也一起经历了不少呀，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哎呀，你也不要再纠结了，等会李哥来了再说这个也不好，我们还是不要说这个了。我知道了。看屏。不是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之前就有一点点的直觉，第三感觉就是，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就是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。我不知道我是该继续呢，还是就此而止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一会儿他们来了听到了不好。等一下李哥来了不要说我跟你说了什么哈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。我是该继续相信李哥呢，还是相信表姐，哥哥姐叔叔阿姨们。对，哥姐叔叔，你们觉得我是该相信李哥呢，还是相信表姐？我听你们的哈，哥姐叔叔们，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可能看不透那么多东西，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。什么相信李哥什么什么？没事。表姐。来了，坐呀。表姐。哎。什么？你说相信李哥？坐呀。没什么，我们再聊。那个呢，哥哥姐姐们，他们跟
加微信聊天了。你吃饭了没有，表姐？我才吃了。别乱说话，佳伟。我知道。什么什么？啊，没事。嗯。没事。这太阳太大了。哥姐姐们，你们吃饭了没有呀？你们吃饭了没有？什么什么意思？相信不要相不要相信表姐，什么意思？哥哥姐姐们说什么呀？嗯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！你们刚刚去哪儿了？我去给你们拿水过来了呀。嗯、我去给你们拿水过来了。啊，谢谢啊，那喝一口。表哥呢？嗯、啊，表哥呢？在那边，表哥在那边。水我都给你拿来了，快喝吧。饿不饿呀？哎呀，不饿，我不饿。你们两个看着很般配的感觉。啊？我感觉你们两个很般配。我们两个很般配呀、啊。对啊，你看你们两个都有夫妻相，你看嘛。啊？你看你们两个没有夫妻相吗？你看，还挺般配的。有夫妻相吗？对。啊、哦。有夫妻相就好。没有吧，没有吧。啊没事，表姐，哥姐姐不坏吧？表姐说我，哥姐姐不坏吧？表姐说我们两个挺般配的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佳薇和你和表姐坏话，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？没啥。啊？没啥。说你们两个很般配。挺好的，佳薇。嗯，我给就是那个小就是小东嘛，我给他说好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后天都去我们家玩，我带你去我们家玩，去见我妈妈。我就不去了吧。啊？我就不去了吧。我觉得不合适。怎么了？嗯。没事啊，我说我不去了。表姐，你说可不可以我带佳薇去，你说好不好？觉得可以呀、啊、很好呀。啊。可以耶。看你们都很般配的，去吧。啊。去啊。你看。表姐，你不用再说了，我李哥我就不去了啊，我就不去了。就是，表姐都同意了，你怎么不去呀？对啊，你去呀、啊。这里你看这些羊，我跟我哥给你看着就行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不去了。你看表姐都这么支持我们两个，对不对？那你去我家，我带你去见一下我妈，认识一下我妈。不，真的不用了，李哥。嗯。真的不用了，我知道。哎，真的，我感觉佳薇。嗯。哎，那我那。我就算了，我觉得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真的有时候就很好的，有时候就真的就。表姐，你支不支持我们两个在一起？支持呀、啊，很支持。啊，很支持的。那我带他去我们家玩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啊、可以，你去吧，我给你看着。不去了吧，我觉得不合适，表姐。嗯、啊。都这样了，我还怎么去啊？真的，表姐是真的。你来，你坐这里吧，你不要在那。没事没事，我坐这儿嘛。你坐这里坐这，没事没事，你坐这里嘛。那你来吧，这里嘛，你坐在他旁边嘛。没事没事，你觉得你真的支持我们两个吗？支持呀。啊。支持你们两个呀。谢谢你。来，你坐这儿吧，你坐这儿吧。那我带佳薇去我们家玩了啊。好呀。好，那我带他去玩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谢谢你。我就真的不去了。谢谢我就真的不去了，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觉得我再去就像我表姐说的那个什么样啊，就像我表姐说的一样，去倒什么，我就算了吧。我不知道佳薇啊，你看表姐都他们都愿意了，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同意，真的、哎、对不对表姐？对呀、啊，李哥，我觉得真的不合适，我就不去了。啊！真的不合适，我就不去了。
是的，哥姐叔叔们，我觉得我就不去了。哥姐姐，你们说去不去？去的话你们打个去，不去的话打个不去。你看哥姐姐们都说去，看到没有？你可以去的呀，我们。表姐，你觉得加入我们两个合适吗？你说心里话。合适，我觉得非常合适。啊。非常合适呀。我们两个，那我们两个在一起，你会不会支持？支持呀。啊。支持呀。支持吗？对呀。你看。哎呀，我是很支持的。对，表姐都很支持的，嘉威。去。老表，等一下我去给老表叫过来啊。老表，啊。哎，嘉威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觉得还是我听从我自己内心吧。你不要去啊，他是骗着你说的，就客气一下，他骗着你的。他骗我？对呀，你没有看到他吗？他的那个样子都是像骗着你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就是客气的这样子说一下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也说我不去。哎，不要去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就真的不去了啊！我就真的不去了。我觉得都已经这样了，如果我再去的话就。就是我自己给自己，那我就把这个别人已经给我抬起来，我就把这加回到我们家里面去玩啊。可以，坐嘛，坐嘛，坐。